欢迎收看社区好新闻，我是罗少君。我们将用30分钟的时间带您来关心发生在您我周遭区里的大小事情。左营区新下里60-70年前从桃子园迁村到县址，10多年前里长黄庆德在刚上任的时候，曾举办过寻梦桃子园的活动，带领500多位里民重返原来的家乡。不少长辈看到童年成长的地方，感触深刻，甚至还流下泪来。黄里长说，有机会的话，希望在这些长辈有生之年，还可以带他们再重返桃子园一趟。对着镜头。偶然间找到这本《寻梦桃子园》，新下里长黄庆德顿时仿佛回到过去。原来新下里60-70年前是从桃子园迁移过来的。10年前里长刚上任时，也曾带领里内长辈回到家乡，当时情景令他印象深刻。一到桃子园的时候，有一些，好像我们，当初一些哈，里民居民哈，那些老同学啊什么哈，我都好像。5-60年没有见面的人哦，都相聚在一起哦，哇，那个场面非常的温馨哦，非常感动，有些时候抱着在哭这样哦，这真的哦，非常的值得办的这个活动，活动的价值哦就在这里，因为我们哦，非常多的里民哦受到感动，不少长辈回到昔日童年成长的地方，欣喜万分，也充满了乡愁。脑海里记忆的都是儿时的美丽家园，我就是有后壁山啊，头前海呀。大家生活起居拢足好啊！有啦，看到这本册时嘛是搁在回想当年吼，回想当旧部落的迄个时阵，大家安尼足伤心的啦。当年被强制迁村，新下里只好离开背山面海的桃子园，来到现在这个地方。不想忘本，也担心长辈凋零。里长于是透过耆老讲述，绘制图本，将迁村这段历史记录下来。而在绘本当中，还有一张插画《迎三宝》，是出自于里长的巧手，背后故事更令人啧啧称奇。当初是我们有一位三位先民哦，在海上砍锅，捡到这三件宝物。这宝三件宝物里面就是有一个神像、香炉，还有升旗。绕了三次哈，再把那哈啊，如果我要回去朝拜哦，他们三位神明就讲，如果是要我们朝拜哦，你就让我们哦满载而归，啊，结果就真的哈，满载而归哈。里长希望新下里民都能记住这段迁村的历史，如果有机会的话，还会再带领这些长辈重返桃子园，看看家乡，也看看美丽的大海。社区好新闻，张世明、王思武采访报道。天气这么热，真的很让人心烦气躁，可能也会对眼睛造成伤害哦。医学研究发现，如果每天暴露在38度以上高温下活动工作的话，可能会导致老花提前来报到，甚至会造成老花度数倍增，大家不能不注意。老花眼是中老年人的专利吗？答案并不是。根据高雄总医院与日本医科大学的研究发现，民众如果每天连续暴露在38度至40度高温下工作超过4小时，只要2个月的时间，老花度数可能将暴增3倍以上。这个个案的话，因为它暴露的温度大概是38度左右，那所以说它点点药水，它本身就会恢复了。那可是呢？因为它如果说温度是大家知道全球暖化，如果说以后人类的温度如果说39度、40度越来越高的话，或许就会产生不可逆的变化都有可能了。不过还好是他及早就医，那我们眼科医生也给予了他的正确的治疗，所以让他的老花眼的度数，他本来是大概25度到50度之间，一下子也从300度一下子就大概很快又回来了。研究团队花费2年时间，除了分别在台湾及日本两地进行动物实验外，并且追踪1000名40到50岁的民众，发现持续待在高温下，也跟3C 产品的蓝光一样，会对眼睛的水晶体造成伤害。那一般来说，一旦你觉得看近的看近物的时候发生问题的话。那你也知道现在是天气那么热的状况哦，那你一定视力不好，当然是第一定要找眼科医生去判断有没有其他方面的问题哦。
那如果没有其他方面的问题的话，才能确定是不是有温度所产生的。第一单都要先找眼科医生啦。个案中的吴小姐由于工作关系长期暴露在户外高温底下，居然发现近距离的东西逐渐看不清楚，原本不以为意，直到严重才就医治疗，但从来没想过会跟高温工作的环境有关。那时候其实我没有想到，只是就觉得很热，然后有时候我觉得后来回想最明显就是你一进屋子的时候，那可能有时候小孩叫你拿个东西或者是看个东西的时候，刹那间那个眼睛会突然间是没有办法恢复的，你就会觉得整个前面是一片模糊的，那你可能就必须要在室内休息一段时间，你那个模糊的程度才会慢慢慢慢改善。尽管每个人的工作环境不同，不过医师建议若在高温下工作，时间不要超过4小时。同时40岁以上民众如果需要长时间在户外工作活动的话，务必将帽子和墨镜戴上，否则老花势必将提前报到。至于早有老花的民众，可能也将面临度数倍增的后果。社区好新闻综合报道。三民区福气合堤社区关怀站是由福气教会承办，关怀站志工都有一颗无私奉献的心，不管是帮忙长辈们量体温和量血压，还是在台上带领长辈跳健康操，志工们都很热忱的付出，看到关怀站的长辈越活越健康，志工们也感到很欣慰。福气合堤社区关怀站里一早就朝气蓬勃，长辈们跟着台上的志工跳起健康操，一手接一手。即使有的长辈不能够久站，但是坐着也很努力地跟着手脚动一动，很棒。对，舒筋，对，运动，对，活血。我就站着跳，站着跳，老实姿势，走老实的。有没有同手同脚的状况？没有。还有防跌健康操，加强长辈的下肢肌耐力和平衡感，志工们都很用心地带领长辈们活动，有时还把最新的健康讯息带给长辈。尤其最注重的就是脚尖跟那个脚跟，常常脚尖常常尖立起来的话，可以防止那个中风，就是防止中风的。那个，所以说他们刚刚开始做的时候，那个身体都会往前倾，所以我都一直跟他们强调，你们要这样直的坐下去，直的站起来，后来他们现在慢慢都能够体会得到。6883，来了，好了 ，OK 了。在动态的活动之前，志工们还会帮长辈们量血压和体温，记录高低的状况，适时给长辈们关怀，长辈们都觉得很窝心。很好，来这边很好。觉得最近好点。我觉得他们来这里，因为有经过我们的老师这样来训练，他们每天有做动态跟静态的一个活动，那他们的一个智力上跟他们的行动上都有改善很多。福气合堤社区关怀站是由福气教会承办，位在合堤社区大楼的活动中心，每周二、三、五三天都可以让社区长辈就近来关怀站活动。社区好新闻，林佳敏、赖昌邦采访报道。苓雅区新建军社区发展协会与高雄市慈贤慈善会共同推动音乐健康操活动，获得里内长辈广大回响。每周二上午，在专业老师指导下，跟着音乐舒展筋骨，不但身体状况获得改善，也拉近邻里长辈的距离，每个人脸上洋溢着开心的笑容。长辈们手舞足蹈，全身筋骨跟着音乐节奏律动起来。换首歌曲，长辈立刻又展现活泼逗趣的一面。他们都是苓雅区建军里的长辈，每周二固定都会在这间教室学习音乐健康操，透过不同的课程让手脚摆动、汗流浃背，不仅增进心肺功能，甚至连身体状况都逐渐好转。各位检查拢青你拢无红你耶！我是癌症，七档啊，未来进前哦，
迄个这鞋的指数哦，是要到二点多啊，跳安尼来咯，成0.92。阿公跟阿嬷感谢高雄市慈贤慈善会以及里长夫人大力协助成立健康操相关课程。不仅如此，每周五固定也安排志工跟学员分享不同领域的心得，让长辈尝试学习的乐趣。我们尽量是给志工、给长辈他们的专长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也给他们一个舞台，让他们觉得他们年龄把他们所会的来教给大家。要来这里都年轻10岁以上。是，刚刚你上也下去跳了。是，因为我每堂课我都带。你真做的啊？是是是。其实我们这个活动从去年就开始了，那我们就觉得能够为长辈开课是很棒的事，所以我们大家就是一起来招募学员，一起来学习。到这里不仅是一种学习嘛，也是来这边交朋友啊。你看大家又多了那么多好同学，对，看他们这样也很开心。在这里的长辈看不到愁眉苦脸，有的只是开怀大笑。我们这些长辈呢，真的是我在跑了那么多的社区啊，那么多的团队啊，是最棒的一群长辈，对不对？对。他们的声音啊，有够大，对不对？对。配合度有够好，对不对？对。老师开心的教导，引导学员乐于学习，哪怕是外头天气不好，下着大雨，星期二的早上对于这些长辈来说，宛如乐活开心的快乐星期二。社区好新闻，张世明、王思武采访报道。关心地方啦，热爱港都啦，社区好新闻，赞！乐活宜居，美丽港都，社区好新闻，关心社区大小事，看了好新闻，自然就有好心情。我是三民区安邦里里长黄坤山，在这里向你诚恳推荐社区的好新闻。没有谩骂，只有关怀；没有耸动，只有温馨。欢迎全家大小一块收看庆年港都社区好新闻。庆年港都深耕在地，左邻右舍拢来看社区好新闻，赞！庆年港都深耕在地，左邻右舍拢来看社区好新闻，赞！社区好新闻，关怀港都大小事，祝福你每一天都有好心情。关心地方，热爱港都，社区好新闻，赞啊！继续来关心社区好新闻，带给大家哪些好新闻？由庆年港都有线电视主办的幸福区里一日游，周六前进古山区，来自高雄市各地的市民在专业导览人员的带领下畅游古山区私房景点。区长郑明星感谢庆年港都回馈地方的精神，让市民有机会认识居住的家园，另外也安排搭乘授船头里长驾驶的游艇畅游高雄港，十分逍遥快乐。幸福区全车人员的欢呼声中，幸福区里一日游正式出发喽！首站来到古山区民族里，里长朱春木亲自介绍湖景历史，现场也从井里打起一桶水，让民众体验井水的冰凉畅快感。来，你也别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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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小朋友去。咱哪行哪看，哪行向头前行吼。这座巷的所有会当彩绘的部分吼，我们社区都已经把它规划成哦，我们那个彩绘艺术大街。转到巷弄里更是惊喜连连，像是正面怎么看船头都向着镜头的壁画，让人看了啧啧称奇。另外，里氏古宅从屋顶砖瓦到围墙，充满着思古之幽情。区长郑明星也专程前来向游客问好，并对庆年港都举办区里深度旅游活动表示肯定。
青年港都有限公司哈来举办这个我们的乡里一日游哈，这非常好哈，能够把我们高雄市的哈各区里面的一些相关的特色哈，能够来推展出去的哈，让我们民众能够来了解哈。尤其哈今天安排到我们鼓山哈，事实上在鼓山林里面哈，对不对哈？它是哈生态哈文化非常丰富的一个区了哈，包括有山哦，啊又有铁路。啊，又有港哈，啊对不对啊？又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比较日治时代的一些相关的一个社区哈，也是讲叫来非常的好哈。游客中有夫妻同行，也有全家大小同游，更有亲朋好友纠团参加。对于参与幸福区里一日游，除了开心外，也对居住的高雄有了更深认识。觉得蛮不错的啊，青年办这个活动很好，很感谢青年，对他有在回馈我们乡里高雄，我们高雄市民，对。不一样，就是感觉有古代的人就是这么的做，那现代人就是比较轻松，感觉古代人的生活比起现代来有点差异。除了造访私房景点，鼓山区一日游还安排游客搭乘游艇畅游高雄港，负责驾驶的船长就是少船头里长杨宗正。通常我们载的都是外县市还有外国人，那其实我们高雄市民反而很少知道我们自己高雄港里面长怎样，所以也感谢我们港都新闻也办这次活动，让这么多的高雄市民来了解我们的高雄港，啊，我们也可以为我们在地的市民服务，很高兴。40位游客陆续登船，在里长掌舵下，顶着阳光，望着蔚蓝的港区海面，个个笑得合不拢嘴。从左营区起跑开始，青年港都举办幸福区里一日游活动，已经迈入第5站。除了带领民众造访区里，同时也体验地方特色，也难怪每位参加的民众个个开心不已，直呼爱上高雄。爱上高雄耶！社区好新闻综合报道。你知道从年初到现在，高雄登革热累积已经数百例了。盐城区港都里为了提早预防蚊虫滋生，已经开始定期消毒，并且动员邻长和里民共同清除滋生源。另外，原本杂乱摆放花盆的大沟顶巷道，也因为绿化建设，不但减少滋生源，也变得焕然一新。天气越来越热，相信大家都感受得到。盐城区港都里为了不再重蹈覆辙，避免受到登革热的威胁，里长和里民携手合作，提早清除门前花圃盆栽的积水。新年过年到现在已经300多例了啦，那盐城区目前也有11例啦，哎呀，所以吼，大家拢讲着天高热，大家拢会烦恼啦，只讲希望大家里面吼较主动嘞吼，然后就居家环境大家会。居家环境打要，哎呦，保持要清洁，尽量不要有那些瓶瓶罐罐啊，使用的盆栽的底座吼，你莫好积水啊，保持那个干燥，自然就袂生孑孓，袂生的蚊子。盐城区港都里除了清除所有花盆底下的积水之外，邱里长也表示，有鉴于今年初到现在已经发生几百例的登革热案例，也已经和各个里长达成共识，要彻底清除滋生源。把那个防治的工作下放到最基层，有那个每个林长要负责他的辖区里面，每他的林里面林长要出去巡检，如果说发现到路边有积水啦，还是那个瓶瓶罐罐的东西，你要通报。有别于先前阴暗而且被里民随意摆放的花圃盆栽，因为大沟顶的绿化建设工程，整个焕然一新。那现在经过那个景观改建以后，把那些花台花架全部打掉，然后现在光线比较宽敞，空间解放以后，现在也就比较没有蚊子了，然后因为光亮的地方蚊子它就不会聚集嘛，那居民也里面也多了一个那个活动的空间。想要预防登革热，绝对不是靠一己之力就能完成，以清除再清除、检查再检查，还有巡道清刷等方式，才能达到环境整顿和防止病媒蚊滋生的目标。社区好新闻综合报道。
身为一家之主的父亲肩负家庭重担，却因为身为男性有泪不轻弹的个性，往往都把苦往肚里吞，导致男性的自杀比率是女性的两倍。其实当父亲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家里的母亲和子女应给予支持，让压力找到出口，并且多注意父亲的身心健康，或许很多问题就能迎刃而解。您认为男人命苦吗？啊，男人嘛，艰苦到底，唔是纯咧艰苦，啊，为着生活，唔，得爱出咧外口，啊，安尼艰，较艰苦到底啦。应该算是啦，啊，年纪这么大了，还出来在打拼，那不命苦，不能叫什么。妈妈们应该是比较辛苦啦，那爸爸呢，只是帮妈妈的一点忙了。当然，爸爸也身份位大了，没有他拼命去赚钱的话，也不能够养家糊口了。因为男人的苦是讲不出来的，他没有地方可以发泄啊。啊，我们女人有啊，我们可以哭一哭啊。哎，他也可以哭啊，男人也可以啊。男人哭不出来了。现代社会父母大多是双薪家庭，男女都得支撑家庭生计，但面临工作压力时，男性往往被要求有泪不轻弹，不可以到处诉苦，在找不到疏解管道的情况下，导致男性自杀的比率是女性的两倍。来电原因像是经济因素啦，或者是失业，这个部分的那个男性也是比较高，比女性来高，所以我觉得这个传统对于男性期待的这个在经济支柱这个角色，让他们比较会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压力来求助。我们女人会表达出来，男人就是憋在心里就不会表达出来，而我们女人就会表达出来，快乐的时候我们就很会大笑，男人就比较闭嘴，不要，他是心里比较是不会表达什么东西出来了啊，我们女人可以。男性在压抑情绪的社会期待下，其实更需要家庭的温暖，因此在子女成长过程中，父亲能够多给予子女父爱，在遇到困难和瓶颈时，母亲和子女也能够适时的给予父亲支持，才能够有效发挥家庭互助的功能，减轻痛苦指数。去赚钱，然后去做他的人际，可是忘了就是家庭这个部分的话呢，是他最好最需要的一个后盾。家庭的经营，跟夫妻之间的一个相处关系的良好，跟亲子互动之间的关系良好，以及就是说整个家庭的一个经营，就是和乐和谐的话，对他整个一个事业或工作家庭的一个推展是非常就是重要的。在两性平等的社会里，女性逐渐出头，对男性来说是助力还是阻力，每个人的认知和想法不同。在父亲节的前夕，多注意父亲和先生的身体状况，给予关怀和协助，适时疏解压力，或许问题就能够迎刃而解。社区好新闻综合报道。接下来一起来关心社区放送头有哪些值得注意的消息。港都农民历带您一块来关心明天运势究竟如何。明天是国历8月19星期五，农历7月17，适合解除、祭祀、祈福、修造；不适合出火、嫁娶、开
开光进人口，冲突煞东方，30和90岁的民众要特别注意哦。以上就是今天的社区好新闻，感谢您的收看，也祝福观众朋友天天都有好心情。我是罗少君，我们下次再会。每日透早，阮拢是准时出发。不管日时也是暗暝，不管寒天也是热天，拢会使看到阮的身影。因为这20几年来为高雄市民服务，就是阮上重要的任务。永远的老朋友，庆联港都有线电视。Dá bom, acabou, vai indo lá, garoto.